魏大勋回个头。大点声，大青花。到了。好，你又拍到了，好聪明。不知道。正在等着。又上咱俩那边了。三天去啥？八辆的。是不是这辆车能拍着吗？嗯，拍不着。我们这儿是个栅栏。我也是。我拍着，你告诉我有什么意思吧？我今天。别告诉我他们来一次了，来就淘汰他了。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姐。没错。在不在？我看不见。我告诉你。我还差一个苏醒，陈楚生，哎呦，我那个最爱的哥哥，王铮亮是来了吗？进去了。